现在我们从丽江到这个成都，大概要16个小时左右。从建成之后，我们在1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成都。建成之后，我们就到攀枝花，大概在2个小时。 本桥这个优类全融的焊呢是采用了这个全融的焊技术，是整桥呢在国内首次整桥使用。整个这个南水雕这个牵引系统啊，这个都进行了这个信息整合，提高了这个吊装过程中的精准度。